火灾是境外势力放的，七名工人被冻死是境外势力做的，朱世康半夜徒步回家的是境外势力逼的，跳楼的女博士是境外势力推的，小区门口铁皮是境外势力堵的，原来是孩子是境外势力说的，核酸检测造假是境外势力干的，网络上的批评是境外势力编的，解封躺平是境外势力喊的，抗议是境外势力策划的，凡是不好听的话都是境外势力说的，凡是不好的事情都是境外势力干的。